所以但是你开心吗？蛮开心的、啊、你换了吗？哦，哎，对，其他人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其实还不知道呢。其他人都不知道，肯定换了，肯定换了呀，嗯，绝对换了呀，那不对吧？要不然是吧？嗯、你俩呢？我怎么不懂啊？所以你们谁是跟谁玩的？我抽到的是荔枝啊，他把我给换了，对，我把它换掉了，换的雅婷啊，对。那你为啥选择带雅婷去参加这些项目？哎，我脸突然变红是什么？整个脖子都红了，可以了吧？哎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你这反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可以猜呀、啊。不用猜了，事实都已经摆在面前了。啥在哪儿是谁？没把啥呀？这个嘛。原来事实都凉了。你先回答，你为什么换了牌子？我很想换啊。当然要换了，他肯定要换啊。他就差在身上纹个口兜了。口兜是什么？就是兜嘛。此刻八卦的心提起来了。你说的很好，但下次不要讲了。那有一个你有好感的人可以和你独处和约会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抓住？他还蛮坦诚的，我觉得。也别太坦了，泰坦尼克号了。但是亚楠换也只是换到荔枝啊。哇，我今天在那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这么惨，被换掉了两次。不是你不好，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。我知道。对，哇，哎呦，这话绝了。然后呢？啊，还回来。OK， 我这么说好了，那时候你们问我说你为什么派灯什么之类的、啊，我那时候就说，我觉得我们八个人给了我一些勇气。对，我记得。对，然后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改变了。我觉得那个改变是，就是让我确定了，我知道我自己的偏好是什么。雅婷突然很文静。同时，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，那我希望能够主动。她那么文静，好不习惯。然后你在前面按下那个按钮，其实是给了我一个，就是一个警惕。其实那件事情也让我觉得我也可以这么做，已经熟了的，待会快出锅了都已经。但是我俩同寝室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没有看到你有想表达自己却没有勇气表达这种，因为我把它藏得很深，可太深了，应该还都深不可测，可以吧？我把真实的第一眼的直觉跟感觉藏得很深，嗯嗯。那我主动也不代表说对方一定要回应，但是至少我做了这件事情。对，我觉得。我改变了我自己了，嗯，那你们也改变了我，所以我就按下了那个按钮。这样，你看现在他的脸一个刷红，对啊，一个刷白，没有啊，好般配啊。哎，我觉得李亚男也打开了。娇羞了，娇羞了。哎呀，哎，真的脸红了耶。哎呦，今天雅婷很可爱，第一次见到她脸红。挺想看到他谈恋爱的，我就是刚好开始干嘛了你？你们真的，你们不用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求求你们！哇，他已经红到变紫了，已经。但我一直觉得他对 David 还蛮关注的 ，David 也有关注他，我甚至有点磕到了。其实换一个问题，就准备好再出发了吗？来了。我只能说，内心肯定是想过的，只是你如果问我的话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我现在的现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，不只是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，就是各方面都是个麻烦。我就觉得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机会，他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人，为什么非要选择我呢？你总是这样子想，
你也有很多人没有的一些品质和优点啊。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，你会发现这些优点吗？现在不是有了吗？那就是有了，已经有了。对，有了这些环境，你还能发现你的优点呀？我要跟，我又跟电视机对话了，你受不了了吗？你知道之前我们对着电视都喊哑了，都已经。对，录完一期嗓子哑了，是吧？跟看球似的，你倒是往那边踢啊，倒是。不是我能够理解，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结束了以后，各自还是要回到各自的生活去。那我能够理解，就是雅婷在考量事情的时候，不单单只考量当下而已。对啊，失落我觉得是会有的吧，就是有点间接的说好像不大合适。我能够理解他对于事情有很多的考量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小朋友，就是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，然后到后来就是发现哎，好像要跟这个人离婚一样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，我不会去期望他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表达，我依旧是会尽可能的守护他吧。因为戴维本身也没着急。嗯，说真的我还是蛮感谢戴维的有跟我说这些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对视哦，就我的眼里只有你了。就可能他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其实也是值得的，就不要老是否定自己，觉得自己哎呀哎呀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很值得，你太值得了。对，哎呀哎呀，哎，这时候男生敢一直看着对方很猛。对，就一直看，一直看。对啊，很猛。我只要是女生，我也受不了。我觉得，我特别懂他，因为我有过同样的经历。我之前也被这样子表白过，然后我当时就哭了。我很久没有被这样对待过了，原来我也值得吗？其实，哎，他又哭了。哎呦，我觉得自己非常棒的那一刻，觉得就是被人爱的时刻，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。现在的社会很浮躁，然后就是双方都在互相试探，然后可能觉得不行，然后就下一个。所以当你被认真表白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被真心对待。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社会真的是很难得的事。好难过。嗯，很心酸。所以特别懂他，已经看了一个小时了，已经支了一个小时了。